安安啊，你好。Hello，欢迎来收看哦。今天预计应该可以把它突破完吧？我试试看。开启攻略网站。虽然说不太怎么需要攻略，不过我还是看一下，试试看吧。它那个蝴蝶啊，它分身是从哪边出来啊？因为我实际上并没有看过那个蝴蝶的分身。要等，是在很后面吗？走，挑战看看吧，不行的话再说吧。反正要打王的时候我再回来好了。我们跟这个 Winter 去救人。哦，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仓库是不能在那个。可以。你回复机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任何武器暴击都是999，分身暴击一次就 G 了。你是说要我用 P08 吗？破片弹，我去续用我的海德拉好了。反正后面有高爆弹。护目镜、口红，我现在混乱还可以，我直接连把也把混乱放进去，而且它上面说防止兴奋状态。高爆弹，哎，可乐，我们可以恢复药水。不过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下可乐，可是他好像只回30，都配我一次，一直麻痹的，怎么放分身？也对哦，从头到尾都把他麻到死，没必要用到高爆，射一发没爆击，浪费时间补子弹。嗯，好，那我就这次试试看。这次我那机关枪。M4A1P08，先留一些格子好了。啊，对哦，我其实把蛋白质胶囊全部放在另一个仓库就好。我真笨。暴击一发可以直接带走。一定可以破啦。基本上就剩下进去，然后救皮尔斯，然后到香巴拉拿机关枪，八只身分身。好像目前看到有人讨论，最高是只出八只嘛。因为第八只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有人说他想挑战第9只，可是目前还没看到那个人的下午。MP 恢复药水，我这 ND 也放进去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挑战第9只分身。空间已满，好，全部好像10只哦，真的有人可以挑战10只吗？
香水兴奋。哎，带一个吧。好，我们走。要手下留情，等他放分身。好，好，好。那我婴儿王就一样，开火力，从头到尾火山放下去。然后蝴蝶王的话，就慢慢用皮影吧。模式沙漠区应该没有怪吧，我是不想回去沙漠区啊。啊，好 ，OK。我记得上次我好像忘记救他了，差点忘记。还有 Lido 他有提醒，不然的话，第二次就变冰棍、冰棒，不能下去。嗯 ，OK。先去救那个士兵，救完士兵才有那个吗？嗯，香巴拉，我先补给一下。那一把叫 N249 吗？大左轮，对，还有大左轮。安安啊，你好 ，Amy 嘞 ，Hello， 欢迎来收看哦。今天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死亡难度破关，最难难度。只有士兵可以补给燃料，仅此一家，那还真是稀有。这根本就独占了吧，独占燃料，其他人都没有，军队也没有，然后就那个士兵有，他已经暗扛了啦。还有啊，我那个苦行模式去发现 93% 是因为没有去那个，没有去亚热带区。今天下午超忙啊，辛苦。没关系，没关系。基本上再怎么忙，就当做赚个钱就好了。可以换算成每个时薪多少，然后一秒钟几可以赚几块钱。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是这样，我就想啊，我刚刚又赚了几块钱。
我的手法啊，我的手法、啊，他的线又跑掉了。等我一下，我以前那个工作觉得非常带卷的时候，都是用这招。心里想说啊，我又赚了一点点。然后过一分钟说，我刚赚了多少？USB 真错，我重新插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因为我这手把它算是那个给 NA 使用的，就是最比较新的，啊，结果好像它本身的软体写的不太好，有时候就算没事，它也会直接跑掉，在这里，护具。好，看一下啊，有收到，有收到。火红啊，现在才卖 MP5A5， 现在才卖给我 MP5A5， 现在哪需要啊？0249 5.56 班用机枪就是帅，对，尤其那个扫射。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并没有开那个攻击力加成，然后打婴儿网，好像扫射的很爽，然后结果发现没办法每个方位都打，因为蛮重的，很容易就被人家被那个婴儿毒死。他接下来的音都可以在士兵那边拿弹药，可以拿破片弹吗？破片赏金模式好像可以拿破片，直接用买，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就拿的。电击附近，哦对啊，好像你说12点就有吗？12点王者再临，如何看得怎么样？回味了一下，范围好小哦。尤其是米纳斯提利斯那边更是经典，然后国王牺牲掉，然后最后佛罗多手指被咬下来，然后那边我看，哇，我觉得我手都痛了一下，用力直接那咕噜咬得可真大力。还好我事先把那个摄影机关掉。哎、欸，等一下，我听到倒地的声音，出去一下。哦，他直接趴掉。第三集啊，就第三集最多精彩的部分，因为整个就是大场面，他这些场面都变很多。一开始是，不，圣盔谷是第二集最后。倒下！第三集一开始是哪边啊？啊，对对对对，那个萨鲁曼，好像是萨鲁曼那边。然后再来就是准备
皮聘嘛，还是梅里，他去捡到那颗球，然后甘道夫就把他带到那米纳斯提议室，白色的树。打不到，哦，先进去，先进去。刚刚我失误了。不过我觉得我最棒的是那个树人那边，原本他们不打算参战，然后之后他们就愤怒看到那个尸体。N249有效射程1000米，射速750，一分钟快1800。我也特地去查资料，我记得好像之前你有说过你以前有去搬过吗？249。完全把那个手感记住了吗？所谓只摸过步枪，忘记那是什么，就以前打靶像。啊，听到了。再来，再来，再来！靠爆弹真是的。炮兵吗？我没有，有摸机枪，应该不是炮兵吧？下两次基地，哇，经验看真的感觉很丰富。我是没有摸过那些啦。哦。丰富的经验真棒，坦克车经验呢？不知道有没有坦克车经验？感觉好像基本上没有开过坦克车吧。以前还看到有些会有那个演习来训练，然后来开。现在感觉路上也不会去看到。现在报告班长里面，这让我又想到报告班长，很多都很经典。那火中华演的真是超级凶悍。摸过重机枪 N249。那在玩一模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熟悉？不会吧，两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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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我不要杀我躺下三发三发搞定啊 very good very good 直接炸下去都不用耗魔力耶啊我记得这边是那个隐形兵隐形兵他有时候蛮快的不能用榴弹枪用劈影吧五行跟死亡模式 P08 真的是超级友好的啊等一下我们进香巴拉还要打教主打不到我好像如果换榴弹枪这边就会被打对对对就这样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我就是希望你这样一直出来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把那个有机关枪的隐形兵称为教主？主教还是教主？为何呢？”哎，从这边下去，174排用机枪才是重机枪。蓝波，哦，我知道那史特龙嘛，史特龙火烧屁股。陈百祥一定恨死他了。我知道蓝波的那一台啊，而且好像就是扫射敌人的时候拿那一把，然后我还记得他有拿弓箭，变蓝波，那有没有拿那个蓝波刀，让自己化身为蓝波？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12应该12个地方12个地方没有用到蓝波刀蓝波枪蓝波弓箭我重新插一下我换一下我换个孔对应该不是主机版的孔的问题吧等等等正在设定 X8360 for Windows 啊装置已就绪我看一下哦可以可以可以我直接换前面好了感觉换后面容易去绕到它的线路。对，我收线的时候应该是很正常的，我是用卷起来收的，还是说拍不准我卷起来收？啊，大家抱歉了。现在应该不会在那个欸不住
不知道能不能破防。破，破不了。为什么那凯尔他可以破，我破不了？啊！先绕，先绕，先绕，绕这边，绕这边。就拿刺刀，让我想到一次 A1 的刺刀。各种丰富的当兵经验，我倒是没有这样。再来，可以可以可以，慢慢适应的，抓好时间，抓好时间操。哎、欸，原来他是这样哦。啊，走，我们去拿机关枪，拿完机关枪，我们要爽爽的对其他士兵发泄。这边我记得有一只，被抓。暴击。哦，来来来来。这怎么？他攻击距离太长了。不行啊，他在转角的地方。我移动的时候还要转角，哦，对对对，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在后面。好，等他一下。希望不是因为我对手把太暴力。你每次都要抓我是不是？
消耗也太快了。这次好像都没有不怎么暴击啊，太棒了，总算倒了。我既然都不怎么暴击，我还是换成4A1。